大小星讯息，这将使你跃升到第五维度。你们好，我们是大角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大家联系。我们一直在观察和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来给你们这个能量传输，现在就是时候了。你们已经准备好接受更多，这是由于你们在那里为自己做了出色的工作，而你们这些觉醒了的人知道我们所说的工作是什么意思。你们没有选择一条简单的道路，这是因为你们想体验指数级的成长。因此，你们所有这些灵性大师都决定将这个真相向自己掩盖起来，尤其是在你们生命的早期。你们选择了心痛和心碎，你们也选择了创伤和失望，以及所有你们知道会让自己恍然醒悟的事情。你们想有意识地走这段旅程，你们知道你们需要一些东西来唤醒自己，从而让自己走上一条不同于其他人的道路，而不是那些对地球的物质陷阱更感兴趣的人所走的道路。地球上确实有很多事物比起你们的灵性方面更易吸引你们的注意力，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一开始甚至走上了那条道路，直到你们发现你们在用自己的念头、语言、情绪，更重要的是你们的震动，来创造你们的现实。但每件事最终都会让你们直面所有的挑战，因为你们知道这些挑战会帮助你们成长。现在，回到这次传讯的时机，能量被呈现到地球母亲的每一个角落，每一道缝隙，这将给那些与它连结的人所需要的一切。地球母亲，就像你们的太阳，可以激活你们，可以治愈你们，可以为你们提供升级、调谐和下载。这些随时都可供你们使用。但在某些时候，就像现在，地球它自己正在变得更加平衡，正在调整它的能量系统、它的网格、它的极点、它的电磁场。此时此刻，在你们的脚下有如此多的东西等待你们去挖掘，这些东西将帮助你们，赋予你们力量，给你们你们所需要的一切，让你们前进到你们扬升的下一个阶段，你们进化的下一个阶段。你们已经准备好把地球上的生命带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远的地方，因为这是地球上扬升的时刻。你们已经准备好作为地勤人员，不仅从上方，而且也从下面接受更多。当你们把这些能量在你们之内混合在一起时，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你们在这个时候投生到地球上。你们在那里是为了成为可以从天空和大地、物质疆域和非物质疆域、阳性和阴性获得能量的人。你们在那里是为了将这些能量在你们之内整合和协调，以便更完全和充分地了解你们自己真实的样子。现在是接收这些能量的时候了，现在是你们中那些觉醒和有意识的人真正受益于所有给予你们和地球母亲的一切的时候了。这些东西来自我们这些关心你们的人，来自我们这些正在观察、等待和校准能量的人，这些能量将把你们弹射到第五维度。我们是大角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你们联系。